尊敬的各位朋友、各位来宾，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，我想死你们了！哎呀，此时此刻，我想继续赋诗一首，不知可赋否？好，好，谢谢。远看好像曹孟德，近瞧酷似苏东坡。若问此公他是谁？牛年新宠是巩哥。好，好，好，漂亮啊！太漂亮了。没你漂亮啊！才登舞台三五步，门牙已到您跟前。谁呀、啊？很超前呐、啊，这个很超前、啊。冯叔啊，这次咱比什么呀？还比那个带数目字一的诗句。别比了，上次您都输了、啊、这次比一个您肯定能赢的。那今天咱比二。我还赢不了，因为我没您二。比带数目字二的诗句，谁先说？我先说，请。哎，我这诗说出上句来、嗯、我觉得朋友们能接出下句。就没人理你。没不理啊，不理啊。您听着啊，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你们都哪头的？我说还在发动群众的。该您了，说出来就比他强。哎，听着，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雨二月花。这还用发动吗？啊，咱再来。嗯，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听我的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二点通。谢谢他们几个说二点通。一点通，这里没二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没二。双飞翼没二，双就是二，二就是双，一看你就没智商。您再听我的，可笑嫦娥不了事、嗯、走却玉兔来人间。不这没二。玉兔没二，兔没二，英语就是二。这英语也算呐。你听着，哎，九齿钉耙帅天河，无端酒醉戏嫦娥。你这没二。这诗写的谁呀、啊、猪八戒呀、啊、二师兄。赢了咱就跑回见。咦，乖乖，你别走啊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、啊、我就等着他给我挖坑呢。啊，谁给你挖坑啊？少了，我是来替你报仇。别来这套，你是他妹夫。啥妹夫啊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为什么？上回他说啊，只要我们俩合伙把你赢了，他就把他妹妹嫁给我。啊，谁知道赢了他就不认账了，他还说我配不上他妹妹。啊，你说就凭我这个颜值，我哪点配不上他呀？就冲你这个颜值，你哪点都配不上他。我咋配不上啊？俗话说、啊、大伙儿都知道，妹妹随哥哥、啊，你看哥哥的颜值。其实你跟他妹妹挺般配的。就是嘛。啊，你别管了啊。哎，小瓷牙，这啊，咱比嘛？比什么呀？咱比长江沿岸的地名诗句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非比长江的诗句啊？因为我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。咦，挺口音，你是像黄河边长大的呀？你听错了。我吧，我谁先说？我先说啊。赤壁有诗吗？赤壁我不熟啊。哎，鹤壁中不中？鹤壁。武昌也不熟，许昌中不中？岳阳还不熟，洛阳中不中？荆州更不熟，郑州中不中啊？
都黄河边长大的啊。行了，就你这个智商啊，你也别说什么地名诗句了啊，你能说一首诗里边带长江两个字儿，我都算你赢。这可是你说嘞啊，那你输定了。我跟你说，四大名著有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唱的就是长江。这么半天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。对喽，我给他唱出来，唱给他，你听着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哎哎，走走走，说走咱就走。你有脑子吗？有脑子吧？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嗨，你唱的这是水浒传。哎，那我应该唱三国演义啊。我不会唱。我会唱啊。那你唱唱吧。大伙儿没要求啊？没，是不是？你听着啊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共鸣怎么样？拜拜，是吧？你先别唱，你先别唱了。咋了？你这调起的太高了，啊，后边还有高音嘞，万一唱不上去，咱俩不丢人了吗？哦，降着呢。滚滚还高，高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多香梦。小劲头真好，你看你上去了吧？我下不来了。你下不来就对了，大舅哥。耶、yeah, ，他又丢人了，丢人了！你等会儿，啊，你不是跟他妹妹分手了吗？俺大舅哥说了，你再丢回人，才把妹妹嫁给我嘞。我是你彩礼，回见。去想想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去想想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我碰上个养鹅的，认识他吗？我认识，小呲牙他爸，老呲牙。怎么着，上来又诗词接龙？不接龙。挖坑设套？没，今天没准备，不接龙。没准备啊？啊，那就得接龙啊，那就接龙吧。我就喜欢这没准备的。不是，那接哪个字儿啊？最后一句是啊，这最后一个字儿啊，接额，额头。不是额，是鹅。接鹅。挪仙药杨柳枝。怎么样？你知君何事雷纵横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，山穷水复疑无路，路南路北皆求水，水村山坡酒旗峰。这风又刮回来了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寒雨连江夜入吴，乌浪乌风天地白，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这太棒了，我站这地儿是风口，这又是满满的套路，提前设计好了，对吗？您要觉得是设计的，咱再换首诗嘛。换什么？换诗。要换不是换诗，得换人，知道吗？我们请在座的朋友们随便有一位上来，提句诗，接龙，敢吗？行吗？敢。现场的朋友们，哪位举手？
哎呦，这位挺热情，来这边，小伙子，小伙子上来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站住 ，stop， 回去。怎么了？等了半天，我就等他说这句。这边的热情，这边这是你外甥，知道吗？这是托儿。你越说这边的热情，我就越说这边的热情。啊！对对，这边的朋友上来一位，你们俩都行。那个，哎，对，上来。这都是我们家亲人。哎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我能跟您合张影吗？看见吗？这人气，他气人呐！谢谢。来，一二三，茄子，我听话了。哎，回来，你还没说句诗呢，你过来呀、啊！给他个话筒吧。不，掌声鼓励。过来，你说句诗，我们接龙啊。随便说一句。随便说。独在异乡为异客。好。客。你接。为什么我接这个字儿啊？我就想用这字客你啊。来着。客舍青青柳色新。新月结色田逢垂。吹面不寒杨柳风。你们家是卖电风扇的，我跟你说，姑娘，你也参与我们接龙，参与。不太会。不，我就想让你给我挡挡风。啊，这个你再说一句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乡音无改，鬓毛衰。催送春江船上水，水光潋滟晴方好。好句从来风月人，人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个姑娘，你跟谁来的？我跟我爸来的。啊，赶紧跟你爸一块儿快领盒饭去，去晚了就没了啊！走你，不送，掌声欢送。爸，他让咱领盒饭去。哎，不会，不着急，一会儿还有呢。你管他叫什么？爸。亲女儿。不对吧？我就叫上来一位朋友，就是你们家亲人。哎，不是一位朋友，今天来的所有朋友都是我们家亲人。挥剑。哎，远看好像曹孟德，锦俏苦似苏东坡。若问此公他是谁，吃饱了撑的是巩哥。